作家。对，我第一次，所以我可能还是比较他会矜持，矜持一样，矜持一样。对，然后你可能你要说一下那个拖鞋，对，拖鞋怎么样？要不然，哎，一会儿，我自己挺尬的。随便买一件。请进来吧。然后进来之后我说你请进坐，随便坐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我家嘛。